Ever been sitting on your couch and wished you could microwave a bagel, lower the thermostat, and fly a drone without getting off your butt? That, my friends, is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Otherwise known as your phone is talking to your toaster is talking to Pongo's food dish. But before your pup can have his toast while you get yours, IoT has a little growing to do. Let's get nerdy for a sec. The future of IoT relies on three main pillars. Consumption, connection, and control. 同学们好，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仅靠手机的一个按键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日常所需。物联网的发展让生活变得智能化起来， 5G 时代即将到来，人们之间的距离也因网络的高速发展被拉得越来越近。社交网络的出现和发展让我们的沟通突破了地域空间和行业的交流障碍，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加快了获取信息的速度，同时自己的观点、想法、情绪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也是数码时代下社交网络最大的好处，也是最显著并且目前其他形式均无法取代的特征。网络沟通发展了这么多年，形成了虚拟组织及一种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人机一体化组织。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将在线下跟大家进行探讨。而网络沟通的形式也从最初开始的 QQ 留言到现在的微信、微博、论坛等诸多类型。它们让我们的沟通也具有了很多的特点。一是不再拘泥于距离。网络让我们的社交生活不再局限于现实的同时同地，也让原本没有可能认识的人可以相互交流，有更大的几率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也能让更多有共同追求的人聚在一起，形成虚拟社区、虚拟组织等等，同时也让已有的社区关系变得更容易维护。比如毕业后天南海北的同学们还能在班级群里相互交流工作中的种种。二是降低了社交压力。这种非面对面的形式使人们不用压抑自己的行为、眼神、表情、语调，这些能够对人们造成一定压力和顾虑的非语言线索。因此也出现了现代的一种叫做心理社交障碍的心理现象。可以在网络上跟人正常交流，面对面交流时却会出现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可是在降低了社交压力的同时，也让欺骗和伪装变得更加容易，连演技都不需要了。大部分的网络交流不像面对面的交流那么及时，不需要在几秒钟之内就做出反应，对话的双方可以接受较长时间的交流间隔。QQ、微信这种所谓 instant message 的工具尚是如此，更别说贴吧、论坛等其他交流工具了。这就类似于书面沟通，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组织自己的语言，更容易控制交流的节奏，自然而然就减少了交流中的紧张和压力。三是匿名性。尤其在网络社交出现的早期，匿名社交是主流。记得刚刚开始流行用 QQ 的时候，每次登录上 QQ 收到的第一条信息总是在吗，然后回复始终是你是，对方也并不会爽快地告诉你他是谁，然后就展开了一段交流。因为匿名，所以可以暂时丢掉自己被熟悉的那个社会身份，可以重新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自己，大大增加了聊天的趣味性。四是去中心化。社交网络沟通是一对多的沟通形式，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面更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心，每个人都不再被动接受信息，掌握话语权的不再是少量的中心，而是一个群体，群体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所以信息的传播不再仅仅受到少量权贵的影响，而是会体现出群体的意志。比如当下微博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交软件，同时还是传递实时信息以及维权的重要渠道之一。印象管理，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发展起来的熟人社交中减少了因匿名而产生的各种困难，但是仍然存在对自己不真实的反应，就是我们在社交的网络工具中展示的自己并不够全面和客观，
我们总是想展示出自己最想塑造出来的形象，挑选和美化出符合这种形象的生活和想法，展示在网络上，例如旅游、加班、美食等等。因为熟人网络沟通是现实生活的延伸，所以我们有更大的动机去维护自己的形象。根据以上社交网络沟通的特点，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给我们的社会文化和个人的影响和变化。首先，更容易的自我表露和建立亲密的关系，非面对面的异步交流使得我们表露得更加容易，这也就是网恋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了。其次，保持联系从未如此简单过，尤其是远距离的关系维护。同时，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想要的社交激励，如关注、认同、赞扬、羡慕等等。随着数码时代的深入发展，我们也越来越重视网络社交中的关系和互动。不得不说，我们都曾经很在乎自己的微博粉丝数、微信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如果获得大家的关注，我们都会很开心。然而，如果当你发了一条朋友圈，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别人的点赞，你会抱着期待不停地去翻看朋友圈，甚至会怀疑网络是否出现了问题。我们为获得这些激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思。大家有没有想过，如今的手机更迭如此频繁是为什么呢？手机的基本功能，比如通话、短信方面，有很大的改变吗？并没有。一直在改变的是手机的摄像头功能，因为我们渴望被关注，每个人都想和世界多一点交流。试问大家，手机里有没有自拍？自拍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当下的流行文化，不得不承认，网络社交是会上瘾的。最后，对个体心理健康来说，网络沟通对于人们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益处。网络沟通也是一种新的沟通渠道，尤其是工具高度发达、渗透率足高、熟人社交沟通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起到面对面社交的补充甚至是替代作用。人们通过网络建立起来的新关系，巩固已有的关系，减少孤独感，获得社会支持，对于现实社交能力较弱、容易紧张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网络沟通的深度一般难以达到现实沟通的水平，过于依赖网络沟通而影响了现实沟通的交流，那就得不偿失了。数码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现代企业在更大程度上连接成一个整体。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个人既有归属感，又能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对于管理人员，随时掌握员工的工作情绪和心理需求变动易如反掌。更重要的是，网络面前人人平等。企业内部网络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对话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实现了管理人员和员工之间的平等沟通。在过去，基层员工或许数月才能与老板见一面，通过网络，员工可以随时与老板进行交流。这种网上的角色转变极大地满足了员工的心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员工的士气，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然而，我们在看到网络沟通的优势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它的劣势与不足。那么，网络沟通的劣势有哪些呢？一、沟通信息呈现超负荷状态，负面信息容易扩散放大。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流转。信息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组织中的个体所接收到的信息数量远远超过其所能吸收处理的信息量，于是出现了信息的超负荷状态，个人无法完全吸收处理及分辨所得的信息。网络论坛、博客、微博、手机等即时通讯网络已经成为了组织负面信息曝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微博，成为各类组织负面新闻的通讯社。网络新媒体，尤其是微博的聚集效应，使负面新闻的效果被放大，而组织往往反应不及，总体反应能力比较差，应对不当、
不仅危害组织形象，严重的甚至影响组织生存发展。二，网络沟通时口头沟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让我不禁想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未来人，长长的手臂，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可以看出人们似乎开始弱化嘴的功能了。沟通不仅是表达事实，更主要的是传递情感和思想。因此，口头沟通作为完成这个沟通主体的最佳介质，在组织沟通中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网络时代使得工作场所的分离成为可能，人们愈加青睐通过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以及即时通讯工具等来进行沟通。在推崇工作自由并获得大家认可的同时，组织沟通却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弥补因口头沟通不足带来的工作情绪不高的窘境的手段和途径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掘。三，网络沟通让纵向沟通弱化，横向沟通扩张。当我们讲人们视为网络中心的知识资源，而不是一定范围的所有者时，向横向沟通的转变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过程。当然，仍然会有纵向沟通，但当以任务为中心的核心团队在公司各处带动知识进步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将是横向沟通形式。对于这一点，我们线下还有进一步的讨论。好了，到今天我们的线上课程也到尾声了。关于沟通，我们在此只能抛砖引玉，希望线下大家在生活和学习中能有进一步的观察、探讨和反思。我们下节课再见。